师慈悲，各位学员、各位莲友，南无阿弥陀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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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放掌。 上次跟大家讲到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，引用我们一本随身书《净土宗教章》里边的一篇文章。这篇文章就是标题。 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内容，主要是引用阿弥陀佛48愿当中的根本愿，也就是第18愿。之后呢，就将第18愿的愿文稍作解释。今天依然继续上一次。 稍微解释第18愿的愿文。现在，请大家合掌，跟随我一起念一遍第18愿：舍我得佛，十方众生，至心信乐。 欲生我国，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，唯除忤逆，诽谤正法。请放掌。刚刚是用国语念。 如果用闽南语念的话呢，我来用闽南语念一遍啊。生我得佛，十方众生，至心信乐，欲生我国，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出正觉，唯独我逆，诽谤正法。这第18愿总共。 36个字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尽量呢就把它记下来。当然，年纪大了，记忆就衰退，那记不住也没关系，总晓得阿弥陀佛他的愿心是要接引我们。 死亡众生到他的极乐世界，获得离开六道的生死轮回，快速成佛。那方法就是只要念佛啊，我们晓得这一点，不怀疑，不间断，不夹杂，不夹杂。 其他的法门，一辈子专一的靠阿弥陀佛的救度，专一的称念阿弥陀佛的佛名。临终的时候，阿弥陀佛就会自然的、主动的现身来接引我们。 平生的时候，阿弥陀佛就会以他的光明照耀着我们，保护着我们，等待着我们，一直不忘记、不舍弃、不离开，一直到临终。尽管人临终的时候， 有种种现象，或者病苦，那个时候不能念佛；或者昏迷，嘴巴也不能动，甚至成为植物人；或者遇到其他的灾难，当下而往生，这个都没关系，都不担忧。 阿弥陀佛，随时随地都会在那里等待着我们，没有舍离我们。当我们神识浮现，阿弥陀佛就接引我们到极乐世界了。因为一个念佛人，他无论何时、 何地何远都没有离开阿弥陀佛的光明之外，都在阿弥陀佛如来掌当中。所以，我们只要念佛，不必怀疑，也不必多所忧虑。上次解释了 “舍我得佛”4个字，接下来解释十方众生，其中有引用第18愿的成就文，诸有众生来做解释，也有引用其他的同本意义的经文来做补充解释，譬如说， 《庄严经》就有说，三恶道中，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皆生我刹，受我法化，不久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由这一段经文显示，阿弥陀佛救度的对象十方众生当中， 是包含着三恶道的众生，也就是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。那么，当然地狱有种种的地狱，其中包含所谓的八寒地狱、八热地狱，乃至无间地狱， 都是阿弥陀佛要救度的对象，而且阿弥陀佛说：“通通到我这里来，让你们很快的，不久之后就能够成佛，都能够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论三恶道的众生，他不是愚痴， 就是受着饥饿之苦，尤其是地狱。地狱更是身心充满了没办法想象、形容的痛苦。地狱道的众生，他一天当中时时刻刻、分分秒秒，他的内心都是一种苦的念头、 苦的感受，他没有清闲，没有轻松的时候，时刻都是痛苦的感觉。但是这样也能够蒙受弥陀救度，往生极乐世界，当然显示一切来自佛力，来自阿弥陀佛的力量，阿弥陀佛的愿力。 阿弥陀佛有这样的广大的悲心，有这样的绝对的力量，要救度乃至三恶道的众生。由此我们可知，十方众生是无所不包的，任何众生都在十方众生之列，都是弥陀救度的对象。 那么在《庄严经》当中，阿弥陀佛又以悲切呼唤的心情呼唤我们说：轮回诸趣众生类，速生我刹受安乐，常运慈心把有情，度尽阿比苦众生。轮回诸趣众生类，也就是不管轮回在无尽无边的十方世界的任何世界的众生，所以说轮回诸趣众生类是包含着十方世界、十方任何国土的任何众生，速生我刹受安乐。希望你们快点往生我的极乐世界，才能享受着涅槃的这个大乐，纯苦无乐。所以说是生我刹受快乐，这个快乐就是成佛的意思。唯有成佛，才能拥有这样的不苦不乐的大乐。这一种乐是纯粹的乐，真正的乐，不会变坏的乐。又进一步说，常运慈心把有情，度尽阿比苦众生。阿弥陀佛永远怀抱着平等的、无条件的、无我的悲心、慈悲心啊，所以说常运慈心，拔有情，拔就是救度，拔除他的罪业，拔除他的离轮回，让他解脱他的烦恼，度尽阿比苦众生，要把阿比地狱的众生通通救度，使得阿比地狱的众生通通往生极乐世界，没有一个人独留在阿比地狱。这是无尽的悲心，也是绝对的超越的力量。论阿比地狱的众生，他的罪业是世间上最极重大的罪业，也可以说是社会上是最极最大的恶人，可说是最大恶极，世间上的罪人，世间上的罪业恶事，没有比阿比地狱的罪人更重的了。这样的罪人在世间上是被鄙视的，是被舍弃的，是被厌恶的，是被千夫所指，要被判刑，被所谓人人指责，要下19层地狱的。因为这一种人是社会的败类，导致家庭的不美满，社会的不安定，导致人人一看到他就厌恶，一想到他就恐惧。这种人无恶不作，无作不恶。那么这一种人是众人所唾弃的，要被判若19层地狱的这种众生，阿弥陀佛也要救度他，而且说速生我刹，受我法化，不久悉成佛，不久就通通成佛。当然，这以世间的伦理观念、道德观念、法律的这个常识来讲，都是说不过去的，因为这一种似乎有姑息的、扬恶的、放纵的、鼓励为恶的，连这样的恶人也要救他，岂不是姑息了他？岂不是鼓励人家去做这样的恶事？本来人都有贪嗔痴，遇到恶缘，贪嗔痴就会马上起现行的，所以应该扬善，应该止恶。对这一种人，应该要有因果分明来判他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才对。怎么也要救度他，而且也要让他快速成佛，这个没有正义，这个没有公平。各位莲友，对不对？是。如果论世间的道德观念来讲是没有错，论人生生活的和谐安定也应该是这样。尤其是我们传统讲这个伦理道德，不过如果从根本上来谈的话呢，就不一样。根本上来谈，从两个层面，一个是从佛，对佛来讲，它没有分别。单单没有分别就超越了，那他之所以没有分别，是他没有我，没有我执，也没有人我是非善恶的观念，因为他破除了见惑思惑的我执，没有我见。一个众生如果能够进入这样的境界，没有我执，没有我见，没有人见，没有众生见、寿者见，像《金刚经》所讲到，泯三心空视见，他自然就没有那个分别观念的。那么那个时候，他的内心是什么样的心理现象呢？他那种心理现象是把所有的众生就看成他自己，所谓佛凡一体，生活不二，冤亲平等，那是进入了空性，体悟了空性，破了我执、法执，自然就有这一种心理现象。所以，他对一切众生，不论是超凡入圣的罗汉或菩萨，不论是还在六道轮回的凡夫，所谓名而不悟的冥界，还在行善或造恶。行善就上升人间天上，行恶就下堕三恶道。对，进入那一种空性境界的人来讲，他看所有的对象，不论圣人凡夫，都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，同时也平等的来看待对方。对方在他的眼中，他没有看到对方是圣人，或对方是凡夫，或对方是善人，或对方是恶人，他所看到的都是他的一部分，都是他的身体。如果是超凡入圣的，那么心灵就能够彼此感通；那不是超凡入圣的，就怀着要救助对方。所以对那一种境界的人，也就圣者，就是佛来讲的话，他没有那一些差别观念的。因为要让他起一念的分别，说：“哎呀，你是善人，你很可爱，值得尊敬；你是恶人，你很可恶，值得排斥。”对他来讲，他没有这一种心念。如果还有这一种心念，表示他还没有进入那一种境界。那还没有进入那一种境界，表示他还在冥界，还在凡夫当中，还在轮回当中。所以，对那种境界的人，也就佛来讲，他没有分别观念的，他是充满着把对方看成自己要救助对方的。这是从我来讲啊，那再来从我这一边来讲呢，那就有分别观念的，而且这种分别观念是与生俱来的，因为我们的本性固然是有佛性，可是旷劫以来被我们的贪嗔痴业障所盖住了。反而是贪嗔痴业障习气习性是我们的本性了，所以有这种观念。同时也由于有这一种观念，有分别观念，在无穷尽的轮回当中，我们遇到善的就会去行善，遇到恶的环境，那我们就会去作恶。所以从这一点来讲，我们看世间的善人，我们固然要恭敬，同时要晓得他所做的善，我们生生世世以来也曾经做过，曾经出家，曾经一吻千物，曾经广度众生，就宣扬佛法了。但就是只有一个没有离开六道轮回。那我们看到世间所有的恶人，我们也应该想到，不只是他现在恶，我们生生世世以来也曾经跟他那样的恶，甚至比他更严重。所以我们生生世世以来曾经堕落阿鼻地狱，离开了阿鼻地狱，或许出生在恶鬼道、畜生道，即使再度生而为人，但是也难免随业流转，随境界在转。所以从众生这一面来讲，所有的善，所有的恶，我们都曾经做过。这样的话呢，其实善也未必可喜，恶固然是要警惕，但是要想到一个最究竟的，就是超越善跟恶，否则的话都没有离开轮回，这样即使这一辈子所看到的恶人，我们很厌恶他，但是在轮回当中有一生一世，我们也会成为他，甚至比他更变本加厉、更加严重的。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，我们人就会互相怎么样呢？就会互相的同情体谅，互相的包容接纳，就不敢批评责备，因为他所做的，我们生生世世以来都做过；他所做的，我们生生世世之后也还会做过。那么从这一个角度来看，阿弥陀佛的救度，就不会认为阿弥陀佛的救度是一种姑息旨意，是一种扬善行为，是一种放纵为非的，就不会这样的。反而对阿弥陀佛这一种悲心，就会深深的肯定，而产生一种向往之心，希望自己也能够像他那样来包容十方众生，来救度十方众生，乃至阿鼻地狱的众生。有关十方众生这四个字，法然上人也有一段话作为解释，我在这里念一遍。他解释说：凡夫、圣人、善人、恶人，有智无智，有罪无罪，持戒破戒，男女老少，在家出家，佛事法灭，悉皆包含。于是就是说，这十方众生四个字是包含着圣人。圣人就是声闻、缘觉跟菩萨，菩萨包含初地菩萨到十地菩萨。那凡夫，凡夫就是六道轮回的凡夫，天人、阿修罗，还有人间的人，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，这是凡夫。所以凡夫当中包含着善人跟恶人。那再详细来讲的话，包含着有智慧根基锐利的人，还有没有智慧根基比较低劣的人，还有罪的以及无罪的人啊，我们众生通通是有罪的，只是罪多罪少。但是说无罪，世间上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，除非他已经是阿罗汉了，否则都是有罪的。罪跟恶可以用4句话来说明，就是恶多善少。恶多善少，善多恶少，然后善恶俱多，善恶俱少，那也可以再分为纯粹是恶，以及纯粹是善。纯粹是恶，像忤逆啊，纯粹是恶；那纯粹是善，像阿罗汉，纯粹是善。那么论一般凡夫，都是善恶交杂，在善恶交杂当中，其实是恶多善少。尤其是水浒的人，他更能觉悟到自己是一个恶多善少的人，因为水浒是有着一面法的镜子来照自己的，一照出自己不是漂亮的人，自己是丑陋的人。越接近法境，越发现清楚的，越清楚的发现自己是怎么样的面貌。所以，学佛的人，他如果觉得越学佛，自己越清净，这样的话，往往会落失了弥陀的救度，同时也反而是没有看清着自己。如果越学佛，越发现自己一无是处，乃至无地自容，那么这种根基，反而才是弥陀的阿弥陀佛救度的对机。再来，持戒、破戒，有受戒才有持戒、破戒之可言。那没有受戒的话，也无所谓持戒跟破戒。不过呢，所犯的话呢，就是道德的或法律上的那如果有受戒，那就必须持戒，同时也会发现自己戒不清净，所以是犯戒，是破戒。男女老少古代说男人七宝之身，女人无肉之体，男人七魄之心，女人五肉之体。佛法来讲，女人要成佛比较困难，可是在弥陀的救度当中是一律平等的，在他的眼光里面没有所谓的男女老少，小孩子念佛也能往生，老人直到临终一念才晓得念佛，而一念念佛断气了，他也往生。在家出家，不管在家众出家众，有修行没修行，都是阿弥陀救度的范围。佛事法灭，佛事就是佛陀那个时代，法灭，法灭就是佛法呢有分4个时期，一个是正法时期500年，一个是相法时期1000年，一个是末法时期10000年。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，那么末法10000年之后呢，叫做法灭。法就是佛法3藏12部经通通消灭的，不存在的。那个时候呢，释迦牟尼佛说他要以他的悲心、愿力、神通力，把无量寿经阿弥陀救度众生的这一部经典，这一种道理，把它留存下来。留存下来就是留了这一句阿弥陀佛佛名，救度众生的佛名这个叫做法灭。那么显示连法灭的时代都还有这一句佛号，都还能蒙受这一句佛号的救度，何况现在不是法灭呢？因为法灭的话，是3藏12部经都消灭了。既然没有3藏12部经，没有佛法，也就没有人宣讲佛法，就没有人懂得佛法，也就不知道有佛法生的3宝，有5戒10善的3恶报应、3世因果、6道的轮回，也不晓得修行成佛。那个时候也都能够因为念佛而离开轮回，往生极乐世界。那么何况现在的我们？所以法然上人他另外有一个譬喻说，如果我们末法的众生跟法灭的众生相比较的话，我们现在念佛的众生正如同佛事佛在世的众生一样，好像亲近着佛，倾听着佛的说法。那当然，在一些法语当中，也包含这个，譬如说中阴身，还有三恶道在里边啊。消极的来讲是不论任何众生，积极的来讲是包含任何众生，没有一个众生不被十方众生这4个字所包含。接下来引用善导大师跟印光大师的几段法语。善导大师说：“一切凡夫不问罪福多少，十劫九尽，但能上尽100年，下至1日7日，一心专念弥陀名号，定得往生，必无疑也。”这一段法语就说一切凡夫啊，一切凡夫不问罪福多少，十劫九尽。在这里有3个不问：不问罪福多少，也就是说不问对方的根基啊，是善人是恶人；再来不问十劫九尽，也不问对方念佛修行的时间是很久了，老修或是刚刚开始。这当中也包含不问十劫因缘，也就是说不问这个人啊，他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、什么事情之下。那么这一种众生，他只要念佛，尽这一辈子的念佛，一心一意的专念阿弥陀的名号，也就是说，他不夹杂，不夹其他的法门，这样的话呢，就必定往生，没有什么可怀疑的。所以善导大师又有一句句语说：“无问罪福时多少，心心念佛莫生疑。”这2句句语跟前面那一段法语内容都一样，不问罪福多少，只要一句一句的念佛。不用怀疑，不用顾虑。接下来，印光大师啊，我来引用他的3段法语。印光大师说：“上根如文殊普贤之丑，下根如忤逆12之悖，皆为净土法门所摄之基。”意思就是说，上等的根基，像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啊，他们这一种菩萨的范畴。论文殊普贤是等觉菩萨，是释迦牟尼佛左右的胁侍，尤其是文殊菩萨，又被尊为7佛之师，7佛的老师。那么上根如文殊普贤这一些圣者，那下根如忤逆12之悖，下根啊，这个是下根啦、啊，忤逆还有12，就是在生的时候一辈子只晓得作恶，没有行善，心常存恶念，口常说恶言，身常行恶事的，这一种忤逆12之悖，皆为净土法门所摄之基。都是阿弥陀佛所要接引、所要救度的对象啊。那这一句法语就无所不包了，因为论菩萨来讲，没有超越文殊普贤的，除非是佛。那佛的话，他已经达到究竟觉悟、究竟解脱的，当然不用弥陀的救度啊。那么下根，如果论忤逆十恶的话，那是最下下的，没有比这个更下根的了。可是不论上根或下根，都是阿弥陀佛要接引的对象，都是阿弥陀佛要救度的对象。那显示十方众生没有一个众生不是阿弥陀佛要接引、要救度的，没有一个众生不能离开轮回，不能往生极乐的。所有众生都能离开轮回，都能够往生极乐。那么印光大师又说：上至等觉菩萨，下至阿鼻种性，皆需修习。未成佛以前，暂以自修；以成佛之后，难以度世。这一段话意思是说，这个等觉菩萨，他如果往生极乐世界的话，就能够快速成佛。那么，如果是阿鼻种性的罪人，如果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的话，就可以脱离罪业、脱离轮回，而跟等觉菩萨一样的快速成佛。所以，不论是等觉菩萨也好，是忤逆的众生也好，都需要念佛，都需要往生极乐世界。等觉菩萨他还没有成佛，那么他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就能够快速成佛。同时，到了极乐世界，也能够蒙受阿弥陀佛的加持、熏习，而跟阿弥陀佛一样的有无尽的悲心、绝对的愿力，也就是跟阿弥陀一样48愿来广度众生。所以说，不论等觉菩萨或是阿鼻众生，都需要往生极乐世界。还没有往生，那要念佛；那已经往生，那就能够靠佛，是这一段话的意思。印光大师又说：九界众生离此法，尚不能圆成佛道；十方诸佛舍此法，下不能普利群生。这一段法语，等同这个对联一样，它两相对。他说，九界众生啊，还有十方诸佛啊。那么九界众生就是还没有成佛，尤其是六道的众生，更是在轮回。那印光大师说，这九界的众生，包含等觉菩萨以及阿鼻地狱的众生，如果离开念佛法门的话，尚不能圆成佛道，就不能够成佛，不能够成佛。接下来，十方诸佛，十方世界的十方诸佛，他如果离开这一个阿弥陀这个法门，下不能普利群生，就没办法普遍救度众生啊。这两首寄语啊，一看就觉得斩钉截铁，很极端，好像没有回转的空间。九界众生离开这个法，那不能成佛。本来等觉菩萨到成佛妙觉，只差一个阶梯而已。可是印光大师说，你即使到了等觉菩萨，成佛还只差最后一里路。可是这一里路非常的困难。如果没有念佛往生极乐世界，成佛很困难啊！这样是讲的很绝对性的。那假设阿鼻地狱的众生，他能够靠佛的话，也能够往生成佛。当然，他如果没有念佛靠佛，依然还在阿鼻地狱。那就说，不论圣人也好，凡夫也好，善人也好，恶人也好，要快速成佛，就通通得念佛往生极乐世界，包含着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。那十方诸佛要度众生，如果没有一念佛法门的话，是不能普遍救度众生的。这句话呢，倒很容易能够理解，因为84000法门都要对机，如果不能对机的话，再怎么样殊胜，对众生来讲都风马鸟不相及，都不相干，因为不对根基嘛。好像这个药再怎么样的高妙，再怎么样的高贵啊，可是不能对症，不能治他的病，不对症的，那对他来讲是没有用的，是毫不相干的。那即使这个药看起来毫不起眼，是路旁边的这个一些小草，可是能够对症他的病，那么这几根小草跟他就绝对有关系。那么十方众生这4个字显示，阿弥陀佛的成佛就是为了十方众生的。如果不是为了十方众生，阿弥陀佛就不成为这样的佛。所以阿弥陀佛说摄我得佛，完全是针对十方众生而要成为这样的佛的。如果不是面对十方众生的话，他就未必要成为这样的佛。那么从这一点来讲的话呢，可以说阿弥陀佛跟十方众生，十方众生跟阿弥陀佛是一体的，是共命的，所谓生命共同体，是彼此互相依靠的，甚至呢是互相需要的。有关这个道理解说到若不生者不取正觉的时候，会进一步说明。不过再怎么讲，十方众生，阿弥陀佛要救度的对象十方众生，主要对象就是三恶道的众生，甚至是阿鼻众生、苦恼的众生。所以有一位大德就说了，凡夫为本，真为圣人。也就是说，净土法门阿弥陀佛救度是以凡夫为根本，为最基本。那么兼为圣人，接着再接引圣者，那么主要就是针对这个凡夫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们这一节就讲到这里。